系叶同希，我今日介绍一个笑话。有一个超人咧，佢起供户去锁消防局，跟住问佢咩肠，跟住个消防员讲咧，喺一个消防车，不过系识喷水嘅，可以变超人。跟住佢讲咧，咩叫超人啊？好似你咯。跟住咧，佢就讲咧，好似我都唔知嘅。